数名大头家，以巴冲突越演越烈。那么现在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说，白宫正在研议一项最新的补充预算案，要把对这个乌克兰、以色列还有台湾的军援呢，用一个包裹法案的方式提交到国会去审查。白宫的盘算是希望把这个以色列跟台湾都加进去之后，可以为这个预算案争取到更多议员的支持吗？那么问题是呢，这个台湾现在呢，已经跟乌克兰、以色列还有这些战地一样，都变得那么危险了吗？难道我们是下一个乌克兰、以色列吗？还是说到底我们就是啊，别人政治算盘上的一个棋子而已吗？而《华盛顿邮报》指出说，这个议案提供了乌克兰600亿美金，这笔钱可以让乌克兰再打一年呢。那现在把台湾包裹进去，难道也是要送钱给我们，好让我们将来当帮这个美国去打仗吗？立文，我觉得美国人哦，真的是。是到底是学不到教训呢，还是说因为有以色列在其中啊？那怎么这个大家都知道，以色列的这些犹太人裔呢，在美国的东岸其实是影响力非常非常非常的大。好，那么呢，可以看到呢，白宫又提出来新的补充预算案，但问题是说呢，之前不久啊，乌克兰继续军援才已经被共和党给打回票，为此呢，还把共和党的一个众议院议长给搞掉了呢。好，现在呢，白宫还要来包裹吗？好，其实呢，是为了要通过以色列吧？那把乌克兰、以色列、台湾也包进去了，帮帮忙哦。我们台湾怎么是不跟其他人站在一起，一定要跟乌克兰、以色列站在一起呀？可不可以不要啊？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原来台湾在美国的心目中已经跟乌克兰、以色列一样的危险了吗？随时会被攻击，随时会爆发战争。吗？哎呦，要挟我！好，所以呢，以巴的冲突到底给我们整个台湾的高层什么样的启示呢？负责台湾国安的国防部长说，情报工作真的很重要。哎呦，国防部长，你就这样直接酸 CIA 了吗？好，有了情报之后，才能够预应阻止战争的发生。好，那么这一次呢，整个美国的情报完全重大的失灵啊，然后以色列遭到突袭，还被形容成呢，好像是珍珠港事变一样啊。那么这个情报的工作是真的很重要，不要再浪费时间再去抓那些什么假的啦、向心案呐、这些对选举有影响的，有没有真的在重视情报工作呢？还是有必要的时候也把我们的情报工作者给出卖了呢？当年陈水扁不就干了这样的好事吗？好，邱国正部长还继续讲，他有说啊，百姓无辜死伤，惨不忍睹，这也给我们启示，要备战。不求战。好，真正当兵打仗在战火上的军人是绝对了解战争的恐怖的，还希望能够避免战争，这才是国军的态度。好，没有错，但是呢，美国似乎一直要把我们跟乌克兰、以色列送作堆啊。好啦，现在呢，在以色列滞留的这些旅客们，之前不是还传出来呢？因为呢，想要寻求外交人员的协助啊，结果呢，好像得到了冷冰冰的回应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外交部也火了，说他近三年呐，协助海外国人急难救助30000余件呐、不实的指控，伤害外交人员的士气，也是一种认知作战。我相信在我们海外的外馆工作的确是非常的辛苦啊，尤其是在战火当中，当然这个案子呢，在第一时间没有同理心，让这些求助的被滞留在以色列的台湾旅客们感到非常的伤心，这也是事实啊。不过呢，真的伤害外交人员士气的，恐怕是像譬如吴钊燮啊，重用自己的亲信啊，打破了今天外交部建立常年的文官体系，拔擢他的亲信，像这个翻译哥类似这样子，这才是打击外交人员的士气吧。还有像我们在驻日代表最有名的谢长廷，有事情甩锅，还逼死了我们一个资深的外交官，这才是打击外交人员士气吧。还有我们的驻德代表，动不动就污蔑我们的国旗，污蔑我们的国家，这才是打击外交人员的士气吧。你让我们在第一线的外交人员会不知为谁而战，为何而战，他们捍卫的还是中华民国吗？这些外交部长你怎么都不去检讨一下？好，然后呢，现在呢，外交部也哀轰反应慢半拍，所以呢，以色列都已经打上几天了，结果呢，我们毫无反应。现在呢，赶快把他的旅游警示调升到橙色，还暂无派遣专机的需要了，会持续注意滚动式的调整。好，我们再看到
其实各国就赶快急派专机去撤侨了，韩国派专机，日本包机，美国也撤侨，加拿大派军机撤侨，巴西至少六架飞机撤侨，阿根廷一天三架次的军机，丹麦也是军机，法国、瑞士、西班牙、芬兰通通专机撤侨。为什么台湾好像无所谓呢？好，所以呢，外交部已经训练好自己，随时把战火当是平时吗？随时准备台湾要开战了吗？以巴冲突造成双方死伤无数，而国防部也紧急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来研析。邱国正部长昨天在立法院就感叹，他说情报工作真的好重要啊，因为有情报才能够预先来因应，包含了阻止战争的爆发。言下之意就是我们对大陆的情报工作是不是不太足够呢？问题是现在连陆客都进不来了，只要一提到大陆了，政府好像巴不得把大家的眼睛通通都蒙起来。那这样子到底谁会知道大陆在想什么呢？邱国正也说，以巴战争啊，让百姓是无辜死伤，惨不忍睹，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备战不求战，希望能够避免战争。这是不是代表连邱国正都很担心两岸会爆发战争呢？一旦开战，恐怕就是死伤惨重。如果民进党做一些小动作骗骗选票，哎，其实好像那也就罢了。但现在怎么我们觉得政府的作为看起来，难道是非把台湾给拖进战争不可吗？斌哥怎么看？情报工作真的很重要，但是呢，不要说是情报工作了，我们的政府官员有的时候连报纸都不看，因为很简单嘛，外交部还在那边讲说啊，调整自陈设，昨天连以色列首都机场都被攻击哎，请问一下，机场被攻击代表什么？代表你现在要撤侨，搞不好都晚了，因为你的飞机可能都降落不了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。以色列昨天也跑去空袭人家叙利亚的机场，然后害那个。这个就是伊朗的外长本来要在那边降落，就是打道回府，因为机场太危险不能降落。情况都已经演变到这种程度，你外交部好像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样。那请问一下，我们还能够依赖你？所以我必须讲，你们说我叛国也没关系，我真的是说，现在还在以色列的这些台湾同胞们，如果真的有什么需求，去找对岸的大使馆。我是讲实在话，他们可能比较容易提供帮助，因为看起来我们是外交部是没打算要理你们的样子。那至于说，我们的情报工作到底重不重要？当然很重要。你看这一次，五眼联盟、摩萨德这么多的情报人员，结果居然都没有预判到哈马斯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。哈马斯准备了两年呢，你要知道他准备了两年多，囤积了这么多的炸药啊、相关的这些设施和钢管啊，然后各种武器啊，结果五眼联盟一无所知，摩萨德一无所知。这非常非常不可思议，老实讲，我到现在都不太相信这件事，我都有在怀疑是不是有人故意希望这件事情发生，我在怀疑的，当然这只是揣测，因为我没有直接的证据。可是那情报工作要怎么做？其实有人说摩萨德为什么现在比较不容易判断情报，比较不像过去这么精准，因为以色列最近这二三十年，因为他占尽了优势，然后再加上这些阿拉伯国家跟他之间几乎都断绝了往来，所以他现在很难在这些阿拉伯国家里头，或者在加沙走廊里头，他有卧底啊，或者有其他情报人员在里头，所以导致他的讯息来源越来越少。那美国也是一样，因为美国现在跟中东的一些关系其实没有像以前那么好，所以也导致了他对中东的一些讯息接受比较慢。那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也就是我们现在面临对岸就是中国大陆。那你要越知了解中国大陆越多的事情，你想要收集越多的情报，最好的方式不就是让两岸持续交流吗？你让更多的我们的人去，你也比较好了解他们那边的状况。当然，相对的你要付出的代价，他们也比较容易了解我们的状况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个人是认为，两岸彼此互动沟通的越多，彼此了解的越多，其实就越不容易打仗。因为我相信，大家彼此了解之后，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人要打仗，其实大家都只想和平过生活，这样对两岸之间不是比较好吗？那现在两岸之间被民进党搞成这样隔阂的状态，你彼此都在猜测对方到底在想什么，彼此都在怀疑对方是不是准备做出对我不利的举动。那当大家有这种心态的时候，就特别容易开战。那开战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很简单嘛，哈马斯跟以色列现在就演给你看啊。你看战争一旦发生之后，现在大家想说是不是要建立人道走廊，就埃及阿拉伯兄弟直接说 No， 我不要，我情愿反过来，我把物资这些人送进去，但是我不准你的人出来。他怕会被波及啊，而且这出来就是几十万、上百万的难民呢。你觉得埃及受得了吗？他当然不受了，受不了，他也不想做这件事啊。那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，
虽然在口头上有谴责啊，有支持啊，请问一下谁真正支援了？没有啊，都没有啊。然后世界警察的美国在干什么？在用航母威责其他国家，你不要给我乱动。他有去救巴勒斯坦人吗？没有哦，他就看着看以色列要怎么做。然后以色列已经对加萨地区整个断水断电整个包围了，他做了打算，他最今天已经发出通牒了，说加萨北部的人你24小时之内全部给我撤走，上百万人呢，一夜之间怎么撤？那他不管，他的意思就是说接下来我可能就要进攻了。那请问一下，世界各国有谁真正采取什么行动去制止以色列的行为吗？没有。基本上这个世界很简单，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事情就赤裸裸血淋淋的告诉全世界人，拳头就是真理，谁拳头大谁讲话大声，没有人在讲什么道义的。阿拉伯国家每一个平常不是都喊得很大声吗？请问一下，谁现在讲什么道义？没有啊。所以如果今天会发生在哈马斯，会发生在中东，会发生在乌克兰，谁告诉你不会发生在台湾呢？所以我们当然要尽量的保持跟对岸之间和平的往来嘛，不要让这种情况出现，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嘛。其实老实讲，虽然邱国正有些地方我也不是很赞同，但邱国正已经算是比较愿意讲实话的部长了。讲以民进党现在的整个内阁里头，他算相对比较愿意讲实话，而且我相信他身为军人，他也知道一旦发生战争，以台湾这样的一个小岛，这是几乎很难承受得起。你看看现在哈马斯被断水断电的惨况，台湾将来只要一旦打仗，一定被断水断电，我跟你保证，因为完全进不了，而且这个还是我们自找的，因为我们自己选择用天然气做最主要的能源，我们的储存量又这么低，所以你非被断水断电不可。那台湾想要变得像哈马斯一样吗？大家真的要仔细想清楚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